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巅峰赛离谱操作，越往后越离谱，尤其是这个 JK 妹太倒霉了。先来看这第一位卧龙东东，手拿地雷却把自己送走。这只东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只犹豫了一秒却被炸飞了，在他犹豫的瞬间是不是在想哪个炸得更响啊？同样是东东，这个却遇上了一个好的队友。本以为是个高端局，可我越看越像民政局，遇上这么好的队友，建议你原地结婚，我随200蛋币。假如给你10万块，让你跟第一个表情包在一起一年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信你们看。啊，我丢这都不愿意啊！不行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。啊，我也不愿意。还有这位东东，这妥妥的刚毅爱人啊。好家伙，这都还能滚上来，兄弟们你们看都已经掉下去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不过论帅的话，前面那些都没有这只东东帅。一手钩爪加咸鱼，看这架势要打遍天下无敌手了，我给你两包辣条，教教我呗。再来看看这个 JK 妹，真的是太倒霉了。这可是竞速图啊，你这 JK 妹偷偷的带回溯了吗？玩的呀，本来一马平川，却被一个钩爪拉回起点。此时 JK 妹表示，简直就是离谱他爸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